就是有一句叫唱嘿嘿吼，可以吗？就是三个嘿嘿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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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吼。好，你们以为这样唱完就可以了吗？哦，还要加手，所以你要记住，就是这个手会加，就是嘿嘿吼。后的时候把手握拳，就是后出去，好不好？嘿嘿吼，嘿的时候把两个手手掌起来往天上，嘿嘿吼，一起来吧，试一下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打到前面同学的头啊，要往上，好不好？错，所以还是要注意安全的，不要打到别人啊。那我们就来唱这一首歌《野兽》送给你们。